今年一月，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逝世，出版社出版《我只带来信心》新书，里头集结施明德书籍、过去演讲、致辞等等语录，而过去的老政友也斗场怀念。我跟施明德先生都是在惩治叛乱条例唯一死刑，他期待台湾社会不是这样的一个仇恨杀戮，他认为如果能够判他死刑，换取台湾社会的和谐，他非常愿意。除了跟施明德共同经历戒严时代的陈菊，不分蓝绿政治人物都现身。前立法院长王金平透露，在太阳花学运期间，深受施明德鼓励。2013年引发了九月政争，施明德认为马总统与行政院将移化破坏宪政体制。太阳花学运的时候，金平在政治生涯最烦扰的时候，十分窝心的精神支持力量，让金平深深的感谢。在台湾威权统治的时候，他像是熊熊的烈火；当台湾民主化之后呢，他又像何许的东洋。其实形势是绑不住他的了。施明德为台湾的民主运动奉献己力，如今透过各种形式的文化传承，要将他的精神一棒一棒传下去。三立新闻郭思文、马玉文、孙小组台北报道。